来来，来上来。咦，这上面还大张家哦，这大里面一只马八千，过来。这空子也。今儿咱打，还大张家。怎么办呢？差不多了，我先走了，走吧。这再洗了再拿回去。哎呀，你去洗啊，太太。啊，你洗没洗啊，怎么了？我洗里面了，太湿了，在外头喷火。哎呀，你知道我不想。我还想老头买一下，今天老子够着了。这是有好爱吃的呀。姐姐，爸爸娘。走了，爸爸娘，我们吃饭去姐。哎呀，饭也吃过了啊。哎，来，把出来嘞。咦，把抓我哟。你原来是拿当汤锅哟。我以为是，我哄你好嘞，真相信吗？你进来，我拿在你这里麻包去啊。不要了，我天天给麻包。好起来这个，这个麻包不是二个麻包。好，差不多了，这就不开始蒸了，是吧？对对。哎呀，哎，本来开门了，我是菜都收完了，行了吗？马上马上，开门噻！哦，好冷啊，这都好冷，你看不好，这都泡到冒出来了。我给你装大开了。你书本上有好多开哈？三开。哦，非常冷。四开。哦，变成滚成起来下来，非常冷。你这个书都放低头吧，就下来。宝贝儿嘛，你看看，他这个冷爷爷是有点起不下来，是正常的。哎，有气不？他气不到。等等。哎。你把汤菜做下去啊！你老弟儿来去包包。要得。快来切吧！哎，人家你还是蒸包包了啊？啊。你在这儿陪着吗？在棚子呀，蒸的呀。那不，蒸锅你先尝闻儿这个味道噻。哎，看你就很骗人。他都说我蒸饭吃了。这很安逸，你看。好。嗯。翻发了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这个味道哈。哦。嗯，好像可以啊！你看这个公文都发出来了。是啊，有的翻翻包包就是像这个。给你看哈儿。你教些。嗯。发了没得？发了。看那个全麦味道，我还弄点扣个豆子。哦。那里有味道的。哎，包点扣豆子来上点。嗯，加汉堡了哎。那再加肉，加麦包。嗯。真的好看，这包包。我不要三个几个，你讲我都再去玩哈儿了。嗯。你这条子热了去啊！哇，还是热有味道是不是？好吃。嗯，哎呦，太巴适了。对，喝点汤把热送下去。嗯。好。来呀哈。嗯。那几瓶够是吧？够了。